哎，我们真的还有一个红包，我们去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两个红包，想办法。三个，四个嘞，四个。鬼哥根本不用想什么办法，直接过去就拿回来。鬼哥拿一个，对，拿一个，走。是谁？是谁？是谁扒了我的红包？是八怪吧？现在找的那些卡都给我。什么卡？那些红包。哦，对，现金。真的要兑现金？哎，你们红包真的要给我？对啊，当然啦。不是都在你那儿了吗？已经。这个太巨额了吧？没有巨额。我有这么多张哎，很多钱哎。来，鬼哥，这个送给你，18.8块。我都已经拿去换钱了，就给你自己换吧。没事，我这有个，我这有个888。我这有个888。继续啊，加棒，加上加上。我又有18块了，到底我可以拿多少呢？你再拿一个吧，你再拿一个吧。18.8。你怎么永远都拿18.8？没有大的都被拿走了啦，88。鬼鬼发挥了他现在拆证据的全部天分，一个一个红包的搜查。188，18.8，88，18.8，大的都被你们抽走了。没有，地上掉那些全部都是。18.8，88，8.8，8.8。那剩下的都是188，8.8，18.8。你把每个都打开了里面。对，我看了好几个。哎，这个送给你。好，那你奖金888呢？这个我留着。哼，萨萨自己留了一个888，给了我一个18.8。你看，给你，你还不高兴？您再拿回来，拿回来。我不是不高兴，我是说谢谢你。你的语气不太像谢谢我的呀。这个非常好吃，鬼鬼。人参果是一种瓜吗？这种果啊。鬼鬼，在传统文化中，人参果是要连吞三个。哪里来的传统文化？猪八戒吃的。你骂人不带脏字儿。不是，我说的就是连吞三个，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魅力。然后菩提老祖就来找你。